能不能碰？不能，他还是不让我碰他的鸭子，你们看到没？不去碰了，不允许吗？他的手扒着我，不让我碰他的鸭子，能不能碰你的鸭子？快告诉我，能不能碰？烦死了，还是不能碰啊？还是我不能碰他的鸭子？我抓你的鸭子了，臭脚，把手拿开。他的孩子，那给我嘛，能不能给？没主意了哦，还是还给我了是吧？好，放下，放下了。我们都不会抢你的鸭子的啊，放心吧，没人抢的啊，跟你一样乖是不是？跟你一样乖。